这边我来介绍，那今天在三井三七呢，它画一只新玩具，是 TP-Link 的 TLWR710N 可吸式分享器。那我们现在在三井三七的购物网呢，针对这个分享器做相关的介绍。那可以看到这边有这个分享器的照片，那可以看到它的外形呢，其实做的相当的简约素白。那在这个侧面板的部分呢，它是采用淡灰色的这种颜色。那在那个侧边条的部分呢，采用的是白色的底。那整个的话，外形是正方形的圆弧这样的造型，所以这样搭配起来其实这个外形其实还蛮好看的。那可以看到这个分享器呢，它主要提供有 RJ45 的网路 port 的槽跟 USB 的 port。那它的传输速率呢，它是 802.11N， 那无线标准是 150N 的标准，所以它理论上最大值应该可以传到 150Mbps 这样的速度。那具有无线路由器、无线网卡、纯基地台、WISP、中继等五种模式。那我们等一下再看它这五种模式大概是怎么样的情况。那它的保固期限呢是三年保固。那我们看到我们现在带货的价格呢，就是它网路价格新台币549元整。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往下看。好，那接下来这个就是这个无线分享器它相关的外形的照片。那可以看到它这个其实整个是应该是淡灰色的这个面板，其实看起来蛮好看的。那下面呢，这有提供两个 RJ45 的网路 port 跟一个 USB port。好，那我们就往下看，这边就更明显了。好，那旁边这边有个绿色的，应该是它的工作灯。好，那整个外形呢，我个人觉得其实设计还不错。好，那我们接下来看，那这边有针对这个分享器做一些相关的文字说明。那我们简单讲一下它这主要锁定在于给家用或者是外出旅行的人所使用的产品。OK， 那另外呢，它也可以去帮你家里的一些如果讯号比较弱的地方呢，可以透过这个分享器呢去把讯号延伸出来。所以说其实这个功能相当的多，那也个人觉得也很实用。好，那这边都有一些文字说明，大家有空可以直接来看一下。好，那我们看看它第一个，它说它是小巧轻便居家旅行一把罩。所以说呢，如果你这个这一台其实还蛮轻巧的，所以你很容易就可以放在口袋里面，容易携带。好，那你假如说你有到饭店呢，那有遇到饭店它如果提供这个有线网络，或者是它有提供无线的 WiFi 的话呢，你就可以直接透过它呢去把这个网络呢去转出来，然后给你的，比如说如果你有携带笔记型电脑或者是平板电脑或手机呢，就可以透过它来上网，其实相当的方便。那我们看一下它所谓的多重模式呢有哪几种。第一种就是无线路由模式 router， 就是预设的。那一般来讲就是说你把这台分享器呢当成一般的无线的 IP 分享器使用，所以说呢你可以搭配一台像中华电信或者是说其他 ISP 业者所提供的这个小乌龟，就是数据机，那你就是跟它是采用那个网络连线的方式连到它的 WinPort 的部分，那它就可以变成一般的像 IP 分享器一样的，但是它可以是透过无线的方式呢去提供给这个笔记型电脑或平板电脑或者是那个行动的这个手机呢做上网的这样子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因为它就是 IP 分享器嘛，所以它是透过 NAT 的防火墙的保护也有这个可以达到这个效果。那因为这个部分呢就一般家庭呢就还蛮常会使用到的这样模式，所以它可能把它设成预设的。那另外一个就是WISP 路由模式。那这个路由模式呢它主要就是说如果你家里外面呢有其他的 WiFi 讯号的来源，比如说可能政府啊会在你的居家附近呢有设一些 WiFi 的这个一些基地台，那你可能就可以透过它的这个模式呢去接收到外面这个WISP 这些讯号的部分，那由它转化成让你在家里面呢也可以做上网的动作。那我们看一下它有一个叫无线基地台模式，也就是 APM 模式那也就是说它可以将有线讯号的网络转换成那个 WiFi 的讯号。那这个比较常会用在说假如说你家里本身就已经有那个 IP 分享器或者说其他的无线基地台，但是呢你可能其他设备离这个你原先的那个无线基地台的部分可能太远了，或者说它根本就没有提供那个无线讯号，那我就可以透过这个分享器呢去透过网路线去接你们家的那个无线原本的无线基地台，或者是说有线的 IP 分享器，那透过它来传输那个无线的 WiFi 的讯号给你们家的这些其他的这个设备所使用，那它可以上网。
那所以说这个模式呢，就是比较适合说你家里原有就已经有这个 IP 分享器的这些设备的话，就可以透过它来做这样子的动作。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部分，那还有一个叫无线网卡模式。好，那他说适合于搭配电视或游戏主机，那这个就是说它可以让你只能够有连线到有线网络的设备呢，也可以让它变成 WiFi 的连线，也就是说它自己也可以当成是一个无线的网卡。好，那它这样的话呢，让这些本来没有 WiFi 连线的这个设备呢，也可以透过它来做那个接收到无线的讯号，然后来上网这样使用。那下面这个也叫无线中继 WDS 模式，也就是延伸扩展无线网络的讯号，好，来增加你无线讯号强度跟覆盖范围。也就是说，假如说你家里本来就有那个 WiFi 无线的这个基地台的，可是呢，你这个设备哈，可能说你这个WiFi 的基地台你可能是放在客厅，但是你可能假如说你有其他的房间呢，它可能离客厅比较远，或者说它被一些建筑物所阻挡住，所以说你可能某些房间它的讯号呢，可能就会这些笔记型电脑或者是平板电脑或手机呢，接受讯号就比较薄弱。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些设备跟这个无线机台的中间的部分呢，或者说离它比较近的部分，我们可以再加装这个分享器。那它这个分享器呢，可以去接收到你的那个无线的本身无线 IP 分享无线基地台的这个讯号，那来达到所谓的无线中继的效果。那这样的话呢，这边本来收不到讯号的这些应该说收讯号比较弱的这些设备呢，就会因为它这个分享器呢，把讯号加强了，那他们可以收讯的部分的格数呢，可以更高一些。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个它有一个叫多功能 USB 档案分享跟手机充电。好，那我们可以刚好提到说它本身有提供一个 USB port， 所以说呢，它这个 USB port 呢，它除了说可以让支援手机充电之外呢，这边有所谓讲手机充电，那也可以插你所谓的那个外接式的，应该是不知道是硬碟哦，它这个讲硬碟或随身碟都可以。好 ，OK， 那这样的话呢，再透过那个网页浏览器去做一些设定呢，就可以让你的电脑可以透过它来存取这个刚才所说明的这个硬碟或随身碟的档案，可以，所以有点变成算是小 NAS 的这种功能，那也是觉得相当的方便。那这边也有，当然有提供安全的 WiFi 加密的部分。好，那这里也有说明。OK，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带回来这个玩具，那我们调整一下脚架。好，那桌面上面呢，这边就是我们今天带回来这个玩具。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这边这是它盒装前面的部分，那这个产品图其实放的其实相当的大。好，那我们看一下它这里有做一些简易的说明。那主要这边有提供 USB 跟 RJ45 的 port， 这边有小图示有说。好，那这边的话是它侧边的部分。OK， 那我们看一下它背面的部分。那背面的话就针对这个分享器它的一些构造的一些说明呢，做一些那个文字上面都有说明这样子。那这个是它的这个背面的部分。那这是它的那个顶部的部分，那 TP-Link 这间公司的这个那个标题。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开启。那我们先从上面的部分哦。好，那是整应该塑胶袋都把它拿起来。OK，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怎么拿出来。哦，它是这样子哈，要把它这样整个盒子把它抽出来的。好，那这边没东西，我们先放旁边。好，那我们这边好，这样就可以把它打开。那盒子里面呢有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快速安装指南，那教你怎么样去操作这个产品。好，那看起来应该也是讲的应该蛮详细的，好，所以大家有空直接再看。那我们这不，那这边的话有它的这个，它有附一片 CD， 好，那这是 resource CD 可能是有一些文件说明档吧，可能放在这里面。那这里面呢，
还有一张这个纸，另外这个纸的部分。可以，那这接下来就是这个机器的本体。那我们把机器本体拿出来，好，那里面再接下来就没有东西了。那里面应该还等一下还有一个线材，看一下这边还有，它有附那个网路线。OK， 那其他的应该就没有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好，那这个就是今天带回来这个，那这是它正面的部分。好，那我们看一下它侧边的部分，这一整个其实看一下其实还蛮小的，可以看到，但是是有点厚啦，可能是因为这边它是其实还是有点厚度。那这边有后面有提供那个 LAN 跟 LAN WIN， 所以这个 port 呢，它是 LAN 跟 WIN 呢都可以使用，所以它等于也算是提供两个 LAN 的那个 RJ15 的 port。那这个是 USB 就是刚才有看到，它可以拿来接一些外接式的硬碟或者是随身碟都可以接在这边，那可以当档案的分享器使用。那这边的话是它的灯号的部分。那它这个插座呢，它是可以这样子把它搬下来的，所以它平常的话呢，你可以把它这样藏起来。所以说放在如果你旅行用的时候呢，其实放在包包里面其实不太会卡到其他的东西。OK。好，那这是它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资讯 ，TP-Link。好，那这边呢，我们就介绍，那今天带回来这个新玩具是 TP-Link 的 TLWR710 可吸式分享器，那就介绍到此，好，谢谢。